我肯定是还给奥特曼，也不是不可以，除非除非什么？除非你不给我找到没有能量灯的奥特曼。没有能量灯，奥特曼都有能量灯呀。我这有个奥特曼就没有能量灯。阿斯特龙、雷德王、罗巴、大亚伯里克、戴拿奥特曼、哥艾巴萨、泰坦斯奥特曼、奈克泰斯奥特曼。尤利安找到了，就是他。尤利安还真的没有能量灯呢。看到尤利安，我也想到一个没有能量灯的女奥。谁呀、改造海贼王、机械奥特曼、三 D 王、巨大亚布鲁、罗巴、改造海贼王。三 D 卡菲斯奥特曼，菲斯也没有能量灯。一下找到两个，这下你可以把能量石还给奥特曼了吧？不嘛。雷德王、赛古梅格尔、M 一号、托，奥特之王也没有能量灯，不对吧？他的身上有三颗宝石，他应该不算没有能量灯吧？算了，虽然他身上有宝石，但是奥玩打架从来没有抢过红灯，也没有其他的了，要不就算他一个吧。给你，你要的拿奥特曼。就这一个，还是模棱两可的，不够。你不要得罪历史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还差不多，你们赶紧给我找！好好，快点吧，这就找。哎呀，没有能量的奥特曼都还有谁呀？罗巴、罗索、帝国军团机械人、利托拉、范德里亚斯、大亚伯里克、王林摩尔德、托雷基亚奥特曼。你看，托雷基亚也没有能量灯。托雷基亚算一个。你看，反派都给你找来了，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的了。一个没有能量灯的奥特曼，你们必须给我找出来！什么？还有一个？我实在找不出来还有谁了。要不你先把能量石还给奥特曼，我们再帮你找。不行，你们今天必须给我找到，不然我就。